朋友们，老唐家现在开始偷谷子了，那边都过去登记的，我们现在赶过去，小黄都快点。滚啥？早派过滚过去，我收谷子，你去装嘛。上来。走，那是我的位置，过来。走啊，莫去呀！哎呀，你是收点谷子了，跟到一路跳，啷个得了你？跟你说，给你放下去。哦，这到那就去了，这是我们的快摆到的很了，我就喊他过来看看得不得去。你来喊嘛，我来把那谷子压一下，边边那个，那谷子那个边边那个给他压一下，要不然收不到。幸好那杆杆长了，那个压得远一些。他等下从那边转过来，只要让我来压。今天是我们的谷子压的好哦。哎。黄金刚色的，是那儿定焦的啊。马上来收我们的了。你就把那田坑挖一下，不然那个收过去下去不到。啊，莫挖下去很的那哈，你把脚外头铲人家了。那个机器好快哟，几铲都给你铲了。打的话要打半天。那个汗水洗脸了可以。好滑哟，那裤子来好滑。今天这条裤子好爱哟，不管你，干点困难的，那天不好过去了，那天天天不露。我们那块地方起码要带两层才好。弄两块走，还要走几二块。什么？哎呀，热气不人家。正当我们的同事啊，辛苦。那点谷子不好秋，马上收我们的二块了。啊，两块两块，好的。弄完了，
只是上晚量下来阴一下，那个天气太大了，把量一下起拿回去掰谷子了。这是人家喝上生意出口，我们过着好。都回去了，满载而归。这上两个桶啊，那两桶我上。一、二、起。打都打烂了。今年这也算是大丰收了，这个大丰收也算是完成了。好、哦，那就去年再晒多好多呗？这要晒也晒几天？晒一千多点就可以了。我们是竹子缸，明天就可以切了。他说你有条暴空的去钻了啊？问你，点儿都不听话，你看你背上，我天老爷，点儿不安静。